吃点吃的。姑娘，你就吃火锅吧。等一下，我再去给你做俩菜去。还是你妈对我好吧？哎呀，你这肉味来一串，肠粉也好吃。这串怎么是空的？完了，全都是空的。给，我吃火锅吧。咱今天吃空气吧，我来吃自己火锅。你别笑，妈说让我吃火锅呢。那你咋没我吃啥呀？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小火锅吃。这火锅香香辣辣的，真好吃。而且配菜真不少，真香呀！你那里料那么多，你我不吃啊！给我点儿。老爸可真小气，明明抢了我的火锅，还不给我吃点。你别笑，你吃的那川粉，那川粉可好吃了。好吃吧？真好吃，颗颗弹弹的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，像这样一盒啊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两盒，再加两盒，再加三盒，一共到手是7盒，只要39.9块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块。你平时啊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。吃完之后呢，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！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啊，老爸，你咋吃上火锅了呢？我给你做的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呢？那里啥没有，我吃啥呀？姑娘，你看看，放的好吗？着急。吃饭了，来喽！吃看得见的，吃看不见的。我当然吃看得见的了。咱上当，我就是猪。呀，你咋有鸡蛋呢？我自个儿煮的呗。真羡慕你这么多鸡蛋。老爸可真能吃，6个鸡蛋全吃了，一个也没给我和妈留，都把我给看饿了。这饿哈妈？来，咱俩吃我前两天刚买的手撕猪肉。来，给我撕一个，你说你。这份配的撕肉绝配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手撕素肉，不仅好吃，而且啊，采用的都是东北优质的大豆制成的，有两种口味啊，一种是这红色的，是微辣的；一种是这黄色的，是孜然的啊，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，干净又卫生啊。平时啊，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。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对了，现在正好有活动，9.9块到手30包还包邮，喜欢的家人们要抓紧去囤哦。爸，你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妈，爸吃饱了，咱俩吃啊。哎呀，杨海！老爸还以为我没有看到，看我今天怎么套路他。你别笑，老爸吃饭了，来喽，选一个吧，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？我当然吃看得见的了，咱上当我就是猪。我就静静的看老爸表演，可别后悔。哎，不后悔。呀，你那有鸡蛋啊？我自个儿煮的呀。老爸的鸡蛋都是整个吞的。妈真香，老爸可真能吃，6个鸡蛋都给吃了。老爸吃的可真香啊，看他吃都给我看饿了，我得坚持住，让老爸多吃点，省着一会儿跟我抢好吃的。先闻一下，
太香了，可别被老爸发现了。不行，饿的受不了了，吃点我前几天刚囤的手撕素肉。哎呦，我吃一个，给我扒两个圆。老爸还是老样子，嗯，挺像肉似的，嗯。再给我扒两个吃，老爸还挺愿意吃的。嗯，咋样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款手撕酥肉啊、哦它不仅好吃，它是由东北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啊、哦。它呀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孜然的，一个是微辣的啊、哦。每个都是独立包装，干净卫生。现在厂家还有活动啊、哦，9.9给你发30包。你出门旅游游啊，看个电影啊，在家当个零食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啊、哦。东西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2单啊、哦。哇，呀，吃饱了啊？饱了。嗯，吃我的。哎，走着、哎哎。来，今天老爸吃硬菜，妈你就吃火锅吧。还是你儿子对我好吧？火锅也好吃。哎呀，闻着肉味儿。先来一串。啊、这串怎么是空的？完了，全都是空的。给你，我这都是猪签子。给我来，我吃火锅。儿子说让我吃火锅。你吃那个，都猪签子。让他吃空气去吧。你一个人吃不了这些，我给分我点吃。吃这个。他可真是小气。嗯，这火锅还辣辣的呢。当然辣了，这是纯牛油火锅。你再尝尝它的川粉。嗯，这川粉扣扣弹弹，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宗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纯牛油锅底的，这样一盒在外面至少要15到20块钱。今天在我这里，2盒、4盒，这样再加3盒。到手一共7盒，只要39.9块，这样一盒到手才5.7块，你也不用出去买菜了，吃完也不用刷锅刷碗了，火锅给你放到下方小黄车，喜欢吃的多囤几单吧。嗯，妈呀，你看我爸咋吃火锅了呢？啥也没有，吃啥呀？都猪尖子。哎呀，小猪呀！